下面这个裙子啊，它其实是孕妇可以穿的，因为就像安妞刚介绍那个雪纺裙，对，它是为什么怀孕都有啊？到底为什么、啊？因为那时候忘记找你直播啦，哭啊！我那时候就已经要生了，我都没有这种东西可以穿，每天在家里当孕妇，你看你们多幸福！你看，来小芳想进来，对，来，有谁想要进来的？所以它就是可以穿到你身，然后你现在产后还是可以穿，就是它弹性是不会松掉。然后我这个裙子还有很多色，怎么那么美？对，它还有其他色，粉红色、黑色，哇，它还有粉红色，很意外，很意外，公主系的嘛，公主系粉红色，还有粉色，然后跟黑色，就是弹性极好，就是要宽也可以，然后要紧也可以。然后我现在产后也是可以穿。三个颜色，然后近距离给你们看一下它的摆折，穿起来很顺身。它下面就是宽的，有点像小鱼尾，然后中有一些日系的那个品牌有出这样，就是出这样的，对，过千的，对啊，快2000块的。对呀，孕妇的你在专柜买不用一两千吗？对，要要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然后你看它这种浅色，你也不用怕透，它里面有做内里，对，它有做内里，而且是这种滑布的那种内里，这件 CP 值高哎、欸。